家好，欢迎收睇《二字大国际》。One One Stadium 就系一栋全栋都俾你攞嚟玩嘅建筑物嚟嘅。咁上一集我哋就睇完骑牛牛啦，仲有另一啲 game 就喺搞笑棍嗰边都有俾大家睇过嘅。今集都会继续有啲好好玩嘅 game 介绍俾大家睇。我自己剪片睇翻真系笑到傻咗。嚟，继续 One One Stadium。我一次都未玩过呢个足球游戏，因为咧佢呢度好好嘅，有晒 timer 喺度咧，咁就每一组朋友啊就能够玩十分钟啊，让下一组咁样，咁其实系超好嘅。一阵间我哋又嚟玩先，但系细 B 喺度，唔会够细 B 撞噶。咁你锁实锁实咗咩？做乜嘅？个屎忽啦，细 B。好玩咯。锁实咗把枪啊！我逼你趴咯。咁劲嘅 ？Are you ready?你係咪唔知自己玩啲咩啊？唔知啊！好玩啊，戇鳩啊！做啲咩？我落去邊啊？唔知啊！喂，呢個係咪可以抽啊？我哋俾人都咁鬼啊！係喎，你同佢二打二得好啦，咁大個鬼，好高啊！佢插個人攞個彈子出嚟㗎！咁我哋依家就要玩呢個碰撞足球，我自己幫佢改一個名。你講，你講，你先講咩？講一次啊！講，講咩？唔講得，我話你哋兩個一打一。贏咗挑我，搞屎棍，碰撞唔係普通足球，要踢嘅個波。頭先我喺搞屎棍嗰邊啊，輸咗，我依家冇資格講任何嘢。冇資格，雖然你有資格，都係你兩個打先。喂，佢玩喎，咁不如我哋三個打細 B 一個啦。好啊，我哋三個打細 B。我都唔輸喎。喂，真係嚟喎，真係嚟喎。半隊搞屎棍，根本就係俾機器撞，真係，真係俾機器撞，無環境之力噶。我助跑跑埋佢，我助啊，佢唔助，佢咁樣。我見到你咁樣跑啊，即係個打攣。我哋玩龍門對龍門，然之後撞，唔踢波啊。你係玩鳩我嘅啫。呢句我説係啊。三粒鐘 VS 奧文，第一彎，轉手英國就各位啊，一、二。三，我想讲咧，我想讲，我
俾你撞飛嗰下，我咪嗌嘅。係啊，勁大衝埋，呢啲口水噴到我自己塊面都係啦。我唔要玩你嗰個波，拜拜，我唔要口水。點啊？好冇 feel 啊？呢個完全係體重嘅考量。EG 要挑戰呢個種子選手。我唔信你贏到啊！你著到未啫？你著到未啫？二三 ，go！ 入籠啊 ！go！ 你用肺过，你入埋龙门喎、啊。嚟个临场加映啊！三中对罗啊！你咁就系我死梗。我同你讲啊，佢去到同你斗嘅时候先除眼镜。冲啊！冲啊！你输个扑街啊！请你饮啊！小心啊！打拳击啦，咁然之后就分咗唔同嘅 number 喺度，佢嗌你打咧，打中咧佢系比分嚟嘅。咁但系最惨嘅就我哋所有人咧，听日晚都麻麻地。loop 就会唔会落啊 ？Start. Round one.一、二、四、三、三分。哦，咁快三分嘅？打中我啊嘛！一、二、四、我已经分唔清你系咪勾打。勾打。咩啊？啱呀！打完放了。一路拿回去这样。Round three. 一。幺。这个。走。走走。哪里有你走了这样。走走。这个哪里。你都拿回去这样。好贵啊还有这个。打翻。哪里有你走了这样。幺。走走。哪里有你走了这样。一起。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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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你走了这样。幺。这样。一。优系咩啊？优系四，优系四啊！十分，下个挑战者，玩翻嘅喎，有分喎，哇，老奸啦，佢好细力打，哇，十六分喎。咁一下變咗十五分，係咯。第三下啱曬就哦。其實真係問再試試嗰啲嘢，真係唔知道你講緊咩。哇，好多分，哇四廿幾分唔啱添啊！佢而家每一拳都係打緊我咯。喂，五廿三啦，五廿三啦。系咁加分喎，最尾呢個。呢個係打中就分啊 ！Over， 耶！元包，元包，呢只係日文啲神靈嚟噶。奶啊！繼續奶。二啊！二係咩？二啊！三、六、二、五、六、五啊！五支，六一，五支啊，六四，十啊！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我玩親都輸了今天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啊好像是根本不計算東西喝不打了打了剛才你發生什麼事啊我撞了這條他跟我的額頭的高度剛剛好我就這樣我哋對上一個對話就係，翻去酒店浸個個浴堂啦，然後一行就，我嗰陣時同細 B 係已經面向前嘅啦，然之後冇得 boom，
跟住另一口，然之後後面就哇你有冇事啊？你有冇事？幾場就係咁搞笑。康文的夢想職業是做一個起樓師。我想說呢，今天打棒球的時候又是得他一個人攋嘢。誰打 Q 呢？不是打 Q， 他撞到，但個球飛向後，一嘢省中他的鼻。放心，更多的 One One Stadium 的介紹就到這裡了。我們本身想玩多一些遊戲，只不過我們不是不夠時間，我們是不夠體力。接下來還會有大阪快閃的最後一集，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 share 出去，記得訂閱我，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下一集再見，拜拜。We'll be right back.